请你们介绍。好。有啊。我那个对的哟。没有。我那个对我的。搞到我那边。这哎啊。这没名叫的是单单干炸到你。在哪给过？好了。小的还是大的？来，你吃你，你给阿明，给这一个锅，那个鱼啊，来，这果冻上面啊，二十块了，二十块，上面这果冻二十，几个人给侬毛巾，这侬给你二十块。两个。他今年要二十块，这了钱嘛，我开时间，这我的果冻做好些，红来，草莓，来，哈密瓜，拢有二十块上面二十，二十块要吃果冻的无？二十块。二十个要吃果冻的无？二十。有啊，来。来，你包三包面。来，还要钱啊？黄鱼啊，黄鱼我喜欢的。来，做冰楼啊，无物件摆啊。来，今麦讲哦，你摕一寡物件叫我去留下去个。好。点多要吃来，螃蟹五百咯。这点多拢无饲个哦。来，五百上面吃，你台湾的哦。你唔免烦恼，我给进口来给你骗啦，这地够你，这地够你。来五百块上面是四目鱼肚，有人要吃黏多无五百？你无饲的台湾都要五百，有无？大块大。无人要买。无要紧啊，无人要买哪要紧？搁加嘛？哎呀，无人要买，我一个月嘛是卖千几袋的哦。伊这是伊这即卖价钱还是起哩，无起价就袂歹，搁个小波波的啊。即卖全台四目鱼一直在涨价啊，我无买片，甚至做侪工具拢无煞白鱼人吃啦。来，今仔要吃六二鱼的人，我见恁煞白鱼咱等下吃，咱先来吃这個。这个物件就是规尾拢用，这顿个咱用煎的就好吃。我免三百几啊，我拢免。你一尾无让我退钱哦，两百上面吃两百。有人要吃六二鱼无？两百块，二四六八十只给你。哦，啊你今仔我买两百来，我这五只送你好无？来两百块上面吃六二鱼两百。有人要吃六二鱼无？两百块，这顿个用煎的钱哦，囡仔孙仔吃。拢有啊，我来讲钱啊，牺牲几时啦？我搁加五只给你，一个人加二十只，唔免三百哦，两百上面吃两百块。有人要吃六二鱼无？两百块。拢有啊呀，来啊无安尼啦，我搁加五只啦，二十五只啦，一个人加落啦，两百落。有人要食鱿鱼，买两百块，谢谢，感谢，收。来，来收。哎、欸，澳门果冻哎。果冻带来，你包水包水好嘛？来，来要抓啥物件来？鸡块啥物拢来，腿排个啥物拢来。来，鲍鱼嘛来，港式凤爪拢来是，啥物拢来，三角骨啥物拢来，干炸的拢，甲脆脆的拢卖炖的。啊，想要吃啥物，甲我说，拢来。七块三角骨，啊，啊，几下照用去？三角骨啥物呀？是好货，白包啊，起起。乌白甲脆啊，乌白甲脆啊。来。啊，这我今天鲍鱼先上，我恁简单吃，这退冰来当吃，这免煮啊。今仔你要吃鲍鱼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上面吃鲍鱼。有人要吃鲍鱼的无？这一条就几块，这两条就五百。来要吃鲍鱼的三百，上面吃的三百。有人要吃鲍鱼的无？三百块了。招一个唔惊我的三百，上面吃的三百。你拢无人要吃鲍鱼哦，三百。来，啊，这话来讲哦，五个人客，我先叫台一箱给您吃。这切好的，足入味的啦，足入味的啦。这哦，这冰冷当吃，我来讲哦，你买三百，剩几条落你啊？五个人客，拢免煮哦。退冰两当吃哦，五个客钱，第六个你卖客哦，新客钱哦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上面吃鲍鱼，然后上面吃鲍鱼哦，两百。啊，请问客客，谢谢，包准备了，谢谢，准备好不要了。来，上下照用，上下用好，咱找工会做，对，大家合作好好。来，然后上面吃白饭啊无？有上面吃白白的吗？即摆白包啊比土豆鱼较贵啊吼，无像我早安尼啊讲过白包加土豆嘞，无啊啦，无迄个代志啊，即有水无？老香啊！即规块拢肉尔，即买溜，即块肉加作 Q 加作拢，你食看嘛？即真正也食七条了啊，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。来你听好，即大家话拢有抢哦。四个人加客钱，先加钱的先赢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块，白包一百，来收钱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块上面就一百。来个要吃白包啊，无一百块。来台机。先开机，我先上，我就一百。来个坐落去无？花香。对啊，蓝色衣服一百。来一百个要来无？白包啊。拢有啊吼，都有的吼。来谢谢，收起。
来，来。恁敢有要食鸡块？这鸡块含落你80%，这当用煎的甲煎的落去，这一包鸡肉二啊五，这两包鸡肉500，唔免500。恁全部人可以买两包试食看嘛，鸡块给囡仔食150了。有人要食鸡块无？150。来边啊！鸡块有人要食无？150。鸡块含落你80%，150。敢有要食鸡块的150块了？拢有啊吗？收起。塞一寡货，想要塞啥你就塞啥，吼、哦！啊，尿尿啥物遐落当啥，看你要塞啥。内边有人要食港式凤爪，有人要食港式凤爪无？啊，拄仔一个新竹个专工走来甲我买这個，我走来这是元龙乡，伊买一分钟，因为在新竹来，来柠檬刺椒地块个。伊这个物件就是退冰冷冻食都唔免煮啊，吼、哦！这个甲袂输台中个鸡脚冻，这一包150，两包300，唔免300，唔免二啊，我新价钱退冰冷冻食哦，200了。你买200的人给这200免钱，上面吃4包啊，来200上面吃，来200块，来200块要吃港式凤爪无？这200就300啊，这200块送你4包，来200块，个人要吃港式凤爪无？200了，哇，无200来，这好吃啊，这边来上吃啊，真正好吃啊，啊，最后两个人给100块，你唔好买过要110块吗？吃4包卖了100块，谢谢阿玲，啊，这边试吃看嘛，这边来上吃啊，100块多啊，要试吃吗？你可以请啊，老姐平啊，老姐啊，没有，来柠檬吃小嘴可以个。美女，你点这个菜是你捌买过吗？阿、啊、伯，你怎么会点这个菜？这是我的老祖父捌买过，才去点这个菜。这包叫柠檬吃小嘴，这是全熟的，这免煮啊。这等下你下到恁家煮饭的所在，饭锅烤烧来当吃。这一包才10公斤啊，这一包鸡腿含好鱼啊，我全熟个啊。这两包500，唔免500，即马鸡肉啥物拢起价，吼、哦，我叫会人上有感觉。今仔一人摕2包鸡腿，新价钱哦，200了。来200块上面吃，来先订过。来个人要吃那个柠檬刺小腿无？200块，200块够要吃柠檬刺小腿。哎、欸，恁无买人家买一包食看卖，我100块我要试食嘛。啊，这只鸡腿真好食，我袂敢好笑。你下头苹果食一下就好，一包人要试食看卖，无100块，谢谢。啊，各位两包排好手机啊，来收着，来。这种物件足好食，我咧口罩，我囝、我某拢无人要食，只要有这种物件，我就拢我咧食。这，我厝的人无食蚵仔，我拢我咧食啦。啊，我最爱食蚵仔，这个大家蚵仔落去做的，这内底有加咸仔蛋啊，这一包12啊，这真用钱的就好啊，这一包百二，两包鱼也是，唔免鱼也是，你试食看卖100了，有人要食鱼块无？100块尔，蚵仔嘛有人要食看卖无？100，这做好食的，我这季节做点心哦，毛豆客客，我也不要客，100够买来无？有人要食芋头丸无？100块，拢有啊哈，都有的哈，啊你有人要食这无？伊这是烟肠，这大条，这真正咧位灶脚胖到3楼的去哩哦，真正。这烟肠胖胖，然后咸咸，足好配。问这一条水果餐130，切较好啊，130加130偌济？两个人客唔免300，二啊五。我烟肠无食，你起来退钱，新价钱的200上面是200。你甲我买200，这两条嘛袂送你食了哇？来200上面食，有人要食烟肠的无？来200，有人要食有200块，拢有啊哈，来收，继续。对，好香啊！上面食毛豆，你敢捌买过？好食无？我的毛豆不漏气的啦，不是好吃的，熟够好吃的，我的毛豆啊，真的啊，好吃啊。四爷，配着秘鲁，配着秘鲁啊。啊，无你配秘鲁的，你也食这套好啊。200块呢啊。来，我一份，我一份啊。200块呢啊。200块呢啊。来，多一份啊。啊，200块啊，四爷麻烦一下，搁加200。6包呀。6包，太多了。没有了。哦，那太多了。这行500。来，还是挑的。哦、来，阿哥要吃啥？鸡腿吧，原味还是柠檬？加800。你是吃我原味还是柠檬的？原味可以的。台下去的。柠檬毛菇都有啊，香菇。毛豆好了吗？哎，好了。毛豆还有吗？毛豆还有在桌上，你要多少？那是原味的啦。哎、欸，那有黑胡椒，那不会辣。第一不会辣。啊，有原味的吗？原味有啊，你等一下洗洗就变原味啊。不辣，那个不会辣啦！你开玩笑，你是上面吃鸡腿的啦，200了啦，两只鸡腿、3只鸡腿、4只、5只哦，你今仔新鸡钱去3只够你啊，200块了啦。来个人要吃无？200啦。还有人要吃的话，200块。有人要再吃鸡腿的无？200，5只够你啦，去3只够送你啊。来200块上面吃，够要吃那个永和鸡腿啊？这里要吃鸡腿无？足香的拢无。